主料：黄鱼一条，辅料：油、盐、糖、料酒、老抽、葱、姜、大蒜头、淀粉、醋。准备时间：十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十分钟内。黄鱼去鳞，去鳃，去肚，洗净沥干，两面拍上淀粉，放锅里，两面煎过，放料酒去腥，先适量清水，加姜、大蒜头，先适量糖，先适量老抽、香醋，大火煮12分钟，加些盐，煮30秒，撒些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黄鱼不能与中药精介同时，不宜与荞麦同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